調。咁輕六調咧，如果個化咧就正常嗰個化嚟嘅，化嘅音高正常化。咁個 T 咧就要降低少少嘅，呢個正常 T 嚟嘅。咁佢咧降低少少，降低啲嘅。咁未到 flat T，flat T 同 flat T 之間嘅，咁啊降低少少，唔好咁唔係咁個正 T 啊。係仲有個花指啦，潮州曲多數啲花指咧就比較含蓄少少啦，佢唔好拉咁長，同埋唔好咁明亮啊，唔好咁唔需要刮到咁響嘅，幾個音就夠啦，少少。幾個音啫，三四個花指嚇，佢雖然半拍，咁啊個花指咧唔需要咁刮到咁響啦，細力少少嘅。而家彈一次第啊，我用第一72度啦，聽啦喎。咁而家由頭講解點樣彈啦。一開始佢個大撮係哆嚟嘅，俾震音，然之後個拉，你可以俾震音或者唔俾震音都得嘅。咁啊，一拍、兩拍、三拍、四拍，拍先出花指啊！嗰個哆咧係拍半嘅，佢都有附點。咁啊，三拍、四拍、一拍、二。三拍四拍先出花字啊！那個發個拉咧，個發撳準個發，要升高到去個蘇啊！發蘇拉，再聽一次呢、這個。幾時放手？喺彈個拉嘅時候放手。咁要好清晰嘅。唔好早放手，咁就會早咗啦。聽一次啊，唔可以化啦，有個下滑音嘅。好，跟住呢個啦啦化個啦係切分音嚟嘅喎，啦個托字咧要強少少嘅，震完之後即刻要擺落嚟。個化嗰度，咁咧就唔好摸條弦咧喺度，左右走嚟走去啦。如果唔係就趕唔切啦，即刻就按定咗係個化啦。彈咗個化，跟住彈個咪咧一齊放手，要好清晰化。好，蘇要撳到去嘅啦，咪。到啦，兩條弦都要一樣，係個啦，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拍先出花字嚇，呢個一拍、二
拍三拍四拍第二行。好，个拉咧要揿到去个哆啊，嗦、so, ，咪拉哆。So and 呢个 so 要按到好，按到佢个啦啦 ，re re。哦，呢个一拍嘅一拍两拍，呢个都系一个次分音啊。啦啦咪都系一个次分音嚟噶。啦 and 啦震嗰个震音咧，要长长多少少一。拍兩拍三拍四拍拍先至按落去，咪嗦四拍四拍，微微咪哆，微微咪哆。嗰度微微哆一樣係一個切分音嚟噶，所以個 re 咧要大力少少個托字啊，微微咪哆。好，彈個哆嘅時候就放手，即刻撳住個。个拉弦揾个 T 出嚟啊，微微咪哆，个 T 要 flat T， 拉要按到去哆，拉哆，再听一次，微微咪哆，个拉要喺个嗦嗰度带出嗦嘅时候就要放啦，就睇 T 哆哆 T 啦。兩拍三四，然之後嗦，呢個帶住嗦之後嗦到哆，嗦然之後即刻擺喺個呢一個嘅八度入邊嚇，嗦到哆嗦。咁我通常擺嘅時候咧，係同步嘅呢兩條弦，擺手指公嘅時候咧，大指嘅時候呢條弦咧就係呢度嘅勾嘅，一齊同步嘅。一齐同步，就唔会摆咗先，然之后就勾嘅。嗦，拉要按到去哆，拉，嗦拉哆，嗦拉哆哆，即系等于嗦拉哆哆，嗦拉哆哆，哆 and 要一样啦。喂，即刻要准备另个咪咪咪啦。喂。個咪一樣係勾呢條嘅時候，呢個手指公就同步擺落去啊。咪又係切分音嚟噶，個托子要強少少。咪咪 and 咪嗦，再睇一次。咪咪 and。先放個 T 啊 ，ready， 又係切分音，大力少少，俾多啲就兩拍嚟嘅，一拍、兩拍、三拍、四拍。好，呢個 T， 係潮州曲有個 T 同埋個化咧，如果佢。呢、这個 T 咁一拍咧，我哋通常就唔會做一個就咁撳準或者 flat T 啊咁長音，係首先撳咗去個正 T 先，放上嚟，放高少少，有少少嘅下滑音，然之後再一個上滑音就震音，放翻去 flat T， 再聽一次呢、这個。三四，跟住撳住個 T， 我要改一指法嘅，大撮托末托，
我改咗做末托，唔好做呢、这个。如果咁样拉，然之后再听翻转头拉数咧，呢、这个连托就麻麻地啦，唔系咁好啊，我就改咗去个发，都会有少少放上嚟先。放翻上嚟少少，然之后再按翻落去，先做震音噶。再听一次，由个啦嗰度开始啊。接嘛，一定要揿到佢个 re 啊，到 re 啦，都可以当佢一拍一个啦，一拍两拍三拍。按下去，这个不需要急，拉哆咪一提弹，用提弹，不用，不需要用夹弹，用提弹，一二三四，咁啊渐慢啦，拉尾渐慢啦。